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就嚟讲呢一个 Moments 最新的智能排插，即刻开箱嚟俾大家看下。你可以看翻呢个排插，咁有四个不同的插头位啦，仲有呢个四个嘅 USB 位。呢度咧就系个总制嘅开关，除咗呢个之外，仲可以用呢个手机控制翻添。至于呢个配对咧，亦都非常之简单，只要喺呢个总制度揿实五秒钟，你嘅手机就会进行呢一个配对模式噶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配对咗嘅画面啦。呢个 apps 咧就有三大功用，第一种就是可以手动自动开关，去到哪里都可以随时去开。第二种就是这个时间的控制，你可以自己 set 翻个 timer， 它几时开就几时开，几时删就几时删。第三种就是可以追踪你的电量。那我们也可以透过 apps 去控制不同的开关。另外这个位置也可以控制所有的 USB 开关。它呢有双重保护的哦。第一种就是这个传统的 Fuse 保护，第二种就是智能保护装置，当它侦测到电流过多的时候会即时断路，那就更加安全了。我们的智能排插是符合这个 STC 的认证和国际安全标准的，还用传统的排插，即刻升级用这个 Moments Smart 智能排插了。